俗哥说电影，包你能听懂。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港台的故事片《火烧岛》。影片一开场，香港警察伟哥被准岳父叫到了台湾，调查一桩警察高层的贪腐案。伟哥的准岳父也是警方的高级领导，由于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因此成了那些贪官们的眼中钉了。吃完饭之后，女朋友准备送伟哥回酒店。当两人正在车里亲嘴的时候，贪官派的杀手突然就出现，然后伟哥的准岳父就领了盒饭了。随后，伟哥和准岳父的学生龙套叔拿着杀手的手指头进行了指纹比对。两人一查才发现呢，原来这个杀手阿华3个月以前已经被枪毙了。龙套叔说：“这事儿可太诡异了。根据我的经验来看，如果不是有人在电脑档案上动了手脚，就是监狱那边出了问题。为了查清杀害准岳父的幕后黑手，伟哥故意在夜总会跟人打了一架，然后就顺利的被送进监狱。这监狱里可是卧虎藏龙罪犯的大本营啊！进来之前，一个个基本上都是杀人越货、无恶不作的流氓古惑仔，当然也有极个别被栽赃陷害的倒霉蛋，属于凤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”进屋之后，伟哥很快就跟同宿舍的狱友小眼镜成了好朋友。两人正聊着的时候，监狱里的资深犯人小胖把头凑了过来。原来这监狱里啊有个规矩，新来的犯人必须得跟老大打一架，而其他的犯人可以下注，赢不赢钱不重要，主要是图一乐。这叫王母娘娘坐台，不图钱就图一痛快。小胖说：“哥们儿，我可是赌你赢啊，你必须得拿出新龙门客栈的水平。”可面对一脸横肉的肌肉男，伟哥上去就被打残了。转过天，小胖接到了他儿子的来信，得知他老婆改嫁之后啊，把儿子送到了寄宿学校。由于过几天就是儿子的生日了，为了弥补对儿子的亏欠，小胖趁着月黑风高从监狱里撒子撩了。给儿子过完生日晚上，小胖刚把儿子送到学校，警察们就杀到了。小胖被抓回去之后就挨了一顿胖揍。典狱长说：“上有天下有地，中间有空气，我这监狱铜墙铁壁你都能跑出去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瞅瞅，你把我的狗给揍了，差点就破了相，赶快给他道歉。”转场之后，台球高手大锤正在看女朋友走秀呢。黑帮老大说：“过两天的比赛，你只要输给对手，我就给你50万，不然就让你好看。”可这大锤是艺高人胆大，什么都不怕呀，很快就赢得了比赛。这下可把黑帮老大给气坏了。当大锤正准备带女朋友去吃饭的时候，被黑帮老大带人给拦住了。接下来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斗殴的双方都没事，反而是看热闹的大锤的女朋友被揍了，住进了医院。为了给女朋友筹钱治病，大锤来到钢珠的厂子赌钱。大锤赢了钱就想走，那人家能干吗？紧接着又是一场混战。在这场战斗中，黑帮老大钢珠的弟弟不幸领了盒饭了。得知消息的钢珠急忙赶到了现场，一看弟弟死得这么惨，他心都碎了。随后杀了人的大锤被送进了监狱。这肌肉男和大眼都是钢珠的好兄弟，两人在钢珠的授意下就准备把大锤给弄死。不过这大锤可不是一般人呢，不仅精通葵花宝典、独孤九剑，而且还一身的十三太保横练。一帮人正打得鸡飞狗跳的时候，典狱长及时赶到了。经伟哥和小眼镜的举报，肌肉男和大眼被关了禁闭。转过天，黑帮大哥桂老大从禁闭室里被放了出来。典狱长说：“凡是跟我过不去，到最后全都可是屁，你以后多加注意。”桂老大在这里边确实挺有影响力的，随便说了几句话就一呼百应，所有的人都显得非常激动。随后桂老大把伟哥叫进了屋里，说：“我听说你一直在打听我兄弟阿华的消息，而且你食指硬邦邦，一看就是经常打手枪，凭我的经验判断，你肯定是警察的卧底。”在桂老大的严刑逼供之下，伟哥不仅没有屈服，还赢得了桂老大的信任。过了没多久，肌肉男和大眼从禁闭室被放了出来。伟哥和小眼镜一看，这当下都是猛地一颤。大眼为了报复小眼镜，把小眼镜的宠物给轰烧了。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，科长把伟哥敲晕之后扔进了小黑屋了。这小胖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，为了早点出去跟儿子团聚，这哥们趁着外出干活的时候又准备越狱，而且这次还把桂老大给带了出去。到了晚上，小胖正在跟桂老大闲扯淡的时候，警察们突然出现。原来这小胖为了立功赎罪，按照典狱长的指示栽赃陷害，把桂老大给出卖了。小胖以为典狱长顶多把桂老大揍一顿出出气，可没想到这帮孙子居然把桂老大给毙了。小胖说：“孙子，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啊！”科长说：“你甭跟我废话，你要想见你儿子，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”转场之后，一位刚出狱的老头把监狱里的情况跟钢珠说了一遍，说那大锤到现在还没领盒饭，你说该怎么办呀？转过天，犯人们正干活的时候，小胖又开始越狱。不过这次他不仅没跑了，还撞死了一名狱警。这下小胖可摊上大事了。经法院宣判，小胖领了盒饭了。这个时候，一直被关在小黑屋的伟哥被放了出来。哎呀，要说这哥们儿的卧底当的可真够窝囊，不仅一直没查到杀害他准岳父的幕后黑手，整个人还被虐成了狗。为了替弟弟报仇，钢珠把勒索自己的警察给揍了一顿，然后顺利的走进了监狱。大锤跟钢珠说：“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看这事就拉他们倒了。”
钢珠说，头可断血可流，就是不登不报仇。我这次来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女朋友已经领了盒饭了，希望你能节哀顺变。接下来是钢珠跟大锤的巅峰对决，虽然这钢珠长得挺帅，但打架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体育活动。这大锤整天的拍动作片，不仅身手敏捷，而且一身的金钟罩铁布衫，因此这时间不大，钢珠就被拿下。钢珠说，愿赌服输，你弄死我得了。在旁边看热闹的科长带着狱警也跟着起哄，这大锤憋了一肚子的气儿没地方撒，居然把起哄架秧子的科长给揍了一顿，无缘无故挨了一顿胖揍，这科长心里能不难受？掏出手枪就打算把大锤给毙了。伟哥说，你这个大傻帽，他比我这男一号还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大年三十这天晚上，科长把大眼叫到了办公室，让他去把伟哥给除掉，可阴差阳错，无辜的小眼镜却交了饭票，紧接着监狱里就乱了套。伟哥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捡起科长的枪就把科长给毙了。这杀人本来是要偿命的，但伟哥却被典狱长给救。典狱长说，我救你是想吸收你啊，你现在是清风队24号队员，我们观察你很久了，发现你傻吃傻喝，话也不多，是我们重点的培养对象。现如今有很多人犯了罪却能逍遥法外，清风队的特点就是以暴制暴，把这些逃脱法律制裁的家伙给铲除掉。这伟哥一听就懵了，心想自己好好的一个卧底怎么就变成杀手了。转场之后，伟哥和另外三名清风的队员小胖、钢珠、大锤啊，本来这三位也是死罪，由于跟伟哥一样，不仅饭量大也不怎么说话，因此也被典狱长给收编了。四位大腕按照典狱长的指令来到了机场，行刺准备回国受审的东南亚毒贩杀马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典狱长早就给他们设下了圈套，当这四位杀完人正准备撒子撩的时候，差点就爆了笑了。接下来就是一场枪战，很快钢珠、大锤和小胖就领了盒饭，而伟哥则在龙套叔。这龙套叔怎么又出来了？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是伟哥捡了一条命。转场之后，当典狱长刚回到家，发现伟哥正在等着他。原来这典狱长才是真正的大坏蛋，刚才死的那个毒贩沙马其实是他的合伙人，他担心沙马回国之后把他给咬出来，因此才派伟哥等人去杀人灭口。不仅如此，伟哥的准岳父也是典狱长派人给杀了。影片的最后，龙套叔带着警察出现的，典狱长被抓拿归案了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压惊吧。四个大腕一台戏，粉墨登场拼演技，能把他们凑一起，到底谁有这能力啊？